到时候看不到我们，但是看不到下去。靠您了。到时候到时候后台就行了嘛。就是咱们特写。啊，我到时候到时候把后台那个签给老板下，给你们发过去。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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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现场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距离我们本次大会正式给我接特纳国去这能看见你，他能看见你，能看见你爹和你妈你们想看你爹和你妈写什么面子我给你看啊能看见你啊学校的学校里都是一关注还有我们角逐的那个老师掌声有请庆典主持人闪亮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敬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担任这次活动的主持人也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凛冽的寒风挡不住关怀的脚步深冬的严寒冷却不了一颗颗送温暖的心当一个个残缺的身体与黑暗中体味光明与无声中感悟音律与残缺中寻求完美它总能触及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总能让我们吸取最顽强的力量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当一个个年老的身体与阳光下颤颤巍巍与无声中慢慢变老它总能深刻我们心里最深处的位置总能让我们铭记这温柔的时光他们就是我们可爱的老人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带来了最真挚的祝福也带精彩的节目让我们把歌声笑声献给大家希望开心快乐永远伴随着大家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响起全场第一次最具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赵书记上台致辞掌声欢迎啊，我们赵书记呢，今天的着装呢，可以说是光鲜亮丽。让我们大家呢，再一次把呐喊声送给我们赵书记。哦，谢谢。为什么穿这条红裙呢？因为昨天西部头晚上的联欢会，说我穿的不好吧。结果被我们两委成员给批判了一顿说我穿的不好我今天就穿条红裙子吧而且是今年18年的第一天新年第一天红红火火吧谢谢我说话从来不会拿讲话稿但是我们陈主任陈秉正主任书记告诉我你必须按正规的来拿上演讲稿站那儿我想说啥说啥吧完再按正规再给念念我来这儿已经2个月了这2个月这些日子里吧酸甜苦辣也都尝到了也哭过也笑过但是我也没后悔过内心中非常的感动今天站在这儿看着父老乡亲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我就是按照陈书记告诉我我给念念讲话稿要不我自己又乱说了
尊敬的各位领导，西坡头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西坡头村委会组织开展了新年送温暖的活动。我作为包村干部，从来到了这片热土的第一天起，西坡头村的父老乡亲那种淳朴和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时，这块贫瘠的土地、破旧的村貌、落后的经济也让我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也很大。广大的村民渴望走出了贫困，走向富裕的眼神也震撼了我的心灵，也坚定了我扎根在基层服务群众的信念和决心。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扎扎实实地把村里的工作做得更好，带领大家走上致富之路。今天呢，大同市月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同市留守儿童救助协会伸出了援助之手，为我们村民献上了一份爱心，为我们购置了几万元的慰问品，对我的扶贫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我代表西佛头村的全体村民对月华房产和救助协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季家庄乡党委的所有领导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呢，我更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才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在此向大家，向我们父老乡亲和我们所有领导鞠一躬，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父老乡亲，你们是我所有的牵挂，我对你们真的很有感情。当时哭的时候、笑的时候，我都想到了你们，所以我一直还在坚持着，为了你们，我也一直在努力着。我相信我们这个村子以后会更加和谐、更加团结，我们的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谢谢，谢谢所有的领导，谢谢所有的父老乡亲。好的，也谢谢我们赵书记的精彩致辞，也希望我们西福侯村的村民能够在赵书记的带领下能够生活越来越好。接下来咱们掌声有请赵书记再一次为大家引荐领导讲话。大家掌声再次有请我们赵书记。有请我们乡党委书记吴书记。上乡长，老师，我们感谢吴书记和关注我们西福头啊。上乡长，我们党委副书记宋书记请上台，我们部长刘部长还有我们的张主席，我们一起上来，我们一个领导班的成员张乡长，我们一起上来吧。我意思是咱们今天来的班子成员咱们都上来，都上台啊，把他给大家集体两个小姐的名啊，啊，来吧。我一直没好，一直咳嗽啊。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代表这个乡党委啊，是不是一直气的，说话一直气的啊，说几句啊。那个今天是2018年的1月1号啊，也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在这个新的日子里啊，一天啊，咱们是大同市啊。月华房产公司和咱们留守儿童这个协会啊，来咱们西福头村进行慰问并演出啊，在这里呢，我代表
向党委、向政府啊，为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咱们吉家庄乡啊，从这个2016年5月份咱们换届以来啊，在咱们这个新的一届党委政府班子这个大家伙的共同努力下啊，当初沿着咱们制定的321的发展战略啊，咱们一年半的时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啊，也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啊，这都是大家伙辛勤共同努力的结果。咱们当时提出的321发展战略啊，从现在来看，咱们南部的依托咱们大同说服啊，咱们发展的南部的这个护卫观光的旅游带，咱们中部呢搞的1、2、3产这个集聚带啊，咱们1产的4万亩基地啊已经初步的形成啊，咱们去年一年半的时间，咱们完成了9200亩的黄花的种植面积，6000亩的陆地蔬菜，16000亩的小杂粮，以及2000亩的黄芪基地啊，黄芪4个基地。咱们的旧桥的小杂粮加工基地啊，以及咱们吉家庄的吉家三水的这农业发展公司，还有咱们的创新创业园区啊，把咱们的2产形成了雏形啊。咱们下一步啊，依托咱们的吉家庄有好山好水啊这个优势啊，咱们要打造咱们的旅游服务业，也就是咱们的3产啊。北部呢，依托咱们的桑干河和咱们的万亩湿地，要把咱们的护卫休闲的观光带要打造成功啊。所以说咱们的3条产业带现在已经具备了雏形。2个中心村呢，吉家庄中心村大家有机会应该去看一看啊。咱们南豆庄的中心村今年已经主体已经封顶，吉家庄中心村的房屋已经给大家分发下去，咱们明年呢把一些这个后续的工程，包括道路绿化、硬化、量化和美化的工程完成以后，那咱们吉家庄中心村啊，一个占地将近1000亩的一个漂亮的啊壮观的一个旅游乡村就会呈现在大家面前啊。最后呢，咱们乡里面提出这个321的腰，什么是腰呢？就是要把咱们吉家庄乡打造成一个旅游康养的特色小镇啊。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吉家庄有山有水，你看看咱们的天空啊，咱们的大拖蓝，你再看看咱们的吃的水，咱们呼吸的空气啊，在大同市人来说，这都是梦寐以求的地方，也是北京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咱们全乡的父老乡亲啊，一定要跟乡党委的节拍啊，咱们一定要把这吉家庄乡按照咱们定下的321这个发展思路，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啊，让它发展起来啊。西部头村啊，我来了以后啊，不瞒各位说，我到你们家里面也调研过几次啊，包括呢咱们这个对位面以后啊，过去以后大家认为咱们西部头村啊比较乱啊，上访告状，但是呢咱们这个乡赵书记赵乡长啊，赵乡长包村以后啊，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他用他的爱心啊感化了大家啊，感化了大家。他通过他的辛勤努力啊我呢切切实实的体会到了咱们村里面的发生的变化，发生的面貌的改变和人心的改变啊。实际上大家都是心里头想着要把咱们村里面把它发展好，是吧？所以说呢，过去的西部头村它有这个有干部的问题，也有大家的问题啊，但是过去的事情咱们就让它过去啊。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大家要和着跟着干部一道啊，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啊，咱不能再让魏先生说咱们西服头长西服头短啊，大家要团结一气啊，团结起来，要把咱们的村里面啊，在赵书记和新的两委班子成员的带领下，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西服头把这个形象给咱们扭转过来，要让卫界啊有看到咱们西服头村的变化啊，希望大家以后啊要有一颗公心啊，要为了咱们吉家庄西服头村的发展啊，抛弃个人的一些私利啊，要以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村里面的发展，乡里面发展好了，那么你村里面发展好了，大家伙都会跟着好起来，这个道理不用我去说啊。所以说不能说大家要团结起来啊，对那些个别人啊，为了自己这种个人的私利啊，影响了咱们整体的吉家庄的形象啊，包括咱们西湖头村里面的大家伙的形象，团结起来向那些不正之风斗争啊，好吧。在这里啊，我提议啊，咱们西湖头村的全体老百姓啊，向咱们赵乡长鼓个掌，在他的付出表示感谢啊。我也代表向党委和政府啊，对这个赵乡长的辛勤付出啊表示感谢。最后啊，我提议啊，咱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对粤华房地产和留守儿童协会的领导们和他们的员工们啊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啊，谢谢大家。喂，新年仪式玩笑更新，最近的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吧，我想再多的说又来一遍，已经幸福的土楼乡亲，来个年，祝大家在2018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时呢，我还要感谢咱们粤华地产的吕总，还有咱们这个留守儿童这个救助协会的这个些同仁们啊，感谢你们的爱心，感谢你们没有忘了我们这边缘山区好难地方。关键是没有忘记我们媳妇，谢谢你们啊！还要感谢一句啊，像这个豆角校长，真的是豆角校长来了啊，西湖的所做的工作，包括校里面有目共睹，希望豆角校长再接再厉。最后说个希望吧，希望咱们西湖的错吧，历史的事情就不说了啊，但是我今天里看到了希望，希望咱们西湖的错。安全一心，在2018年砥砺前行，为西湖头的美好发展，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努力奋斗。谢谢。刘部长，都不说了，谢谢各位领导，大家再一次给一些热烈的掌声。下面有请我们。我的老大哥，救助协会的会长冯会长，老大哥有请你上台，救助协会会长，大家给点掌声，有请我们粤华房产的吕总上台。大家给些掌声表示一下我们西湖头村民的热情。我非常感谢啊，这是我的老大哥，也是山西生活晨报的驻咱们大同站的站长。这是我们协会的冯会长，您先说。吕总，话筒交给你了。让咱们分咱先说，你先。咱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咱们西湖头村父老乡亲们下午好，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一天，大同市留守儿童救助协会携手大同市粤华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稻花装饰有限公司来到西湖头进行元旦慰问演出，我仅代表大同市留守儿童救助协会全体会员，感谢咱们大同县吉家庄乡的吴书记上乡长带领咱们班的成员在寒冷的日子参加咱们的慰问活动，感谢咱们大同月华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吕云华总经理带着咱们全体30多号员工，带着40000多元的慰问品，还有咱们精彩的节目，来到咱们西湖头村，咱们感谢感谢吕总。此次我们来到西湖头村慰问演出，只是一个开头，下一步。我们大同市留守儿童还会，大同市留守儿童救助协会还会联合更多的爱心企业、社会团体，对西湖头村进行长期的帮扶，贡献我们一点绵薄之力。同时，我们协会也会长期的关注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摸底造册，建立留守儿童、贫困学生特别档案。对他们进行长的重点帮扶，同时我们还结合这些爱心企业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引导他们能够健康成长。2018年已经到来，所有的幸福与快乐随着新年的到来而到来，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哎，请李总讲话，大家欢迎李总。啊，我最近太忙了，是左边那辆演讲杆自己往来看灯上的写的啥，我就随便说几句吧。首先叫啥，就是我还是看看演讲杆。我给王小年吧。尊敬的各位领导，西湖头村的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我是咱们大同市月华房产跟豪华装饰的管事人吧，我叫吕银华啊。大家以后去大同买个房、装个房都可以找我。掌声。这次我带的员工我咱们西湖头村，哎，我感到。这里从内心感到很高兴，我希望我们越过自己排练的节目也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此次就是我爱心捐的这点东西吧，其实真的没有啥，我只能尽到我个人的这个微薄之力。我的原因是，我是想让大家爱心可以传递爱心，咱们爱心可以传递出去。就好像这几天的流感特别严重，咱们爱心要比流感更严重10倍100倍，咱们爱心可以传递可以感染，我就想起到这个作用。欢迎李总。这个演讲稿我刚才在车子写的还没写完，别的不算了，我就相信只要是在这儿做，不管是咱们是领导呢还是父老乡亲呢还是媒体朋友呢，只要过来这儿的人啊，咱肯定是有爱心。我就相信一句话，有爱心的人啊会更幸福。谢谢大家啊。感谢两位领导的精彩致辞。领导的发言呢就像一股暖流，在寒冷的冬天呢给了我们很多温暖，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慰问歌舞联欢会将正式开始。首先由我们大同市月华房产浩华精英的为大家带来一支抓钱舞，大家掌声欢迎。
在咱们精彩的节目之前呢，咱们先有请党员、群众代表、村民上台向吕总对我村的工作支持表示感谢。我们媳妇头自从这三年以来一直我以为没希望了，自从周旋来了以后我也看到这个希望了。要啥呢，周旋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来了媳妇头呀确实下了很大的辛苦，为了改变媳妇头的面貌，他也走出了也不算个睡个整夜觉，所以每次他下周街穿户做了不少的过程。我看这个媳妇头在这样一般点以后，我看有希望和平。我给你说是两句，感谢咱们华源集团，还有咱们安图斯62的救助协会，感谢小党委小政府，感谢咱们赵书记，那位媳妇头托亲，那位媳妇头朋友，谢谢大家。
来，咱们有请月华房产豪华经营的董事长吕总上台跟大家合个影，大家掌声欢迎。冯会长，大家一起合个影，有请冯会长。来，有请月华房产经营们朱宇、杨超上台跟大家一起合个影。来，有请我们西湖头村的书记陈秉正上台讲话，大家掌声有请。二位拿起了，二位来少了来啊，我首先感谢这个咱们小党委政府啊，小党委政府今天给咱们西湖头带来了力量啊，感谢两个老祖为我们西湖头的眷属啊，二位上来了。各位领导和这个救助我们的两个老祖，大家好啊，西湖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我们18年开头的一天，我们西湖头18年就像今天红红火火的。今天我们感动的向党委政府给我们西湖头出力。我们西湖头18年肯定要把这个来我的那样子土地流转了，做好活铺地做这个原材，就两个老祖长期的来资助我们啊。我首先给两个老祖代表我们西湖头的父老乡亲鞠一躬啊，感谢你们的缘故，感谢你们，我们西湖头人没享受过这个待遇，今天是第一天，再次给两个老祖鞠一躬啊。今天这是我们出党学的这个新的主任啊，叫二位年轻人好好发挥发挥，问你这3年计划跟小党委小政府和父老乡亲们表一表。3年计划有点长，咱们写慢点。咱们首先感谢一下月华房地产和刘胜二部基金会的领导们呀，这为我们西湖头付出也付出挺多。这个3年就说一说，不看，就不说你上去当保安了，说。
三年计划就是我给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头一年我想改造一下咱们厝落厝嘛，那楼的个厕所机，他这是该得让咱们乡单位、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现在咱们这话多不回来说点啥？继续说。那是又给谁说出来一句？父老乡亲嘛，你们放心吧，西木头一点也好，一点也好。咱们我这天好好呗，我咱们街道大力卫生，大力好。咱们这个国家经济建设呗，咱们就想办法流转土地，土地流转出去做药材，水地咱们做好活，剩下的种小杂粮，二位个领自己领项目开加工厂，为咱们小杂粮打造出去。赵书记啊，我实实在在的是，我是西湖头的老家，我是西湖头的人，我代表我们西湖头所有姓陈的给你鞠一躬。这是你给我们西湖头人带来的福，这是你给我们西湖头造来的福气，他们不是你没有这个东西啊，感谢赵书记，谢了，完了。谢谢我们书记的精彩致辞。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那个粤华房产的精英为大家带来一曲舞蹈，也是2018年新的一天呢，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象征，把一曲带有祝福的舞蹈《抓钱舞》带给大家，大家掌声有请。也做不给，就是给啥也管着。Ready to do Remy and Damien? Yeah! Yeah!
及浩华装饰的精英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舞蹈。在这里，我代表月华房产及浩华装饰的精英们为大家鞠一躬，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我们西湖头村的村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各位演职人员好吗？来，掌声响起来。好的，谢谢。那么寒风的落叶呢，在空中盘旋，谱写着一曲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对滋养它的大地表示的感恩。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绘画着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面，那是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表示感恩。感恩呢，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优秀品德，是每一位不忘他人恩情的人萦绕心间的感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月华房产豫东店的各位家人们为大家带来手语歌唱表演《感恩的心》，大家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有请他们，谢谢。花开花落，我一样
斑斓的雪，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是，感谢你，花开花落我依然会珍惜。谢谢大家。好的，再次感谢我们豫东店的精英为大家带来的《心里有个真正懂你的人》。会不会泛起微笑呢？你刚刚迈出前行的脚步，我的思念便跟了上去。在那些漂泊的岁月，总以为相濡以沫就会到永远。你的笑成就了我今生的绝叹，把你所给予的那份爱悄悄深深地珍藏在心里。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王爷为大家带来歌曲《懂你》，掌声欢迎。Oh
带了个海参炒面。嗯。完了，这上我给他，我给他拿锅炒面了。他说先干。嗯。啊，先干我又给他换汤面。嗯。他喝完汤面，他不是他要走呢。嗯。我怎么给钱呢？嗯。然后他说要啥钱呢？我外头炒面去。嗯。他炒面，我拿炒面换给啥钱？我炒面你也不给钱呢呀？我算不来了。老板，我有点懵。我想我也有点懵。你这样吧，你给我炒一遍，我看看，行吧？来来来，开始开始炒这个菜。哦，你坐那来，我给你包。兄弟关系，你关心好。谢谢哥哥。把钱你坐啊。谢谢谢。花叶锅里点点啥呀？那都自己的，不够的点。先。我先给你把面端上去啊！早夜半夜啊，凑凑一半啊！对对对，早夜半夜啊！老多吃酒的不少的，这是就是去。特色是啥？海参炒面。海参是正经海参。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哪知道？你看，啊，海参，这话说的有毛病。倒点茶给着。哎呀，那花茶要倒多倒出点。哎，那这气味。你手得可以，拿起行吧？哦，面呢？海参炒面，快一点！哎，客官，炒面来了。给我换碗炒面。哦，炒面换炒面，毛病真有多。来，好好给他端一个，来，夫人，我托儿拿起，夫人，哦，快点，马上好，再过一个，马球来了，给烫面，哦，这亏了他一烫一端，咋吃？就这，来他不吃。等等，烧个花鸡，对，加辣干儿。哎呀，不，哎，多进点，多进点，不行不行，不拿面，不拿面，必须要面担心啊，多进点，多进点，多进点，进门进门，错。哎，我第一刚吃第一口吃饭就是慢慢吃的。咋辣椒？你不是大口大口吃的？对呀，快点，看好。嗯，吃。哦。哎，兄弟，你是不是有点错了？来把蒜姐姐，来来来来，再这个蒜，再这个蒜姐姐来。嗯。我啊。嗯。我说我有走。嗯，汤还没喝呢。行，我跟你们说一句啊。这喝了年去了汤呀，这就给钱了。这回我说我走。啊啊，我就走。你就走。啊。没给钱呢。还好啊。等我给你炒些驴，好好驴。行。要啥钱呢？炒面钱。炒面我拿炒面换的给啥钱？炒面你也没给钱。炒面我没给啥钱。对吧？你说。老板，你说有毛病吗？对吧？我走了，阿姐啊。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能走，你等等。老板有毛病吗？这个。喝了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嗯，好小吧。他说的挺有道理。对吧？但是这个，哎，等会儿，小姐，面你吃了。但是这个钱我不知道该算要呢，我这个看了边有点懵，没看懂。这样吧，我把小九儿叫上来，然后他给我捋一捋，你这个眼边让他看看。小九儿，小九儿，咋了姐？来来来来来，我可忙。来来来，咱先吃呀。完了。小九儿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脾气不好。来来来。我这小九儿，干好啊，干好，干好，干好。哎哎，小九儿，哎，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哎哎，爹，哎哥，我小九儿大学生啊，山西的。啥意思？我这个也比。把山西的我比他的会计，是肯定能看机呢，知道吧？来，小九儿这样，他吃了早餐的嘛，两碗面，但是面钱嘛，我就不知道该算了。说面是他吃的，钱我觉得就不应该他付，你给姐夫好好看一看。你咋恁我了？钱不一直也不进去，来吧。Oh.
来来来来来，兄弟，这个也点了。啊，两罐拉杆，两半勺，我这个有点挑，哎呀，现在腿不疼了。哎，马肉肉呀！你这样啊，咱不管啥，不管今天招多少人啊，你不管今天招多少人，我给你做面。哎呀，我再给你做十万面，你等着啊！你等着，哎，你这破孩子，你咋的跟个宝玉似的？哎呀！行了，趁这个时间呢，我给你们出个五斤奶的加减法啊！我因为我看你们弄好像都有毛病，我感觉他好过就帮我过。行，我听挺好啊。说这个一辆公交车出站前是这个九个人没超过九啊，完了是走了一站，少了两个人，加起一个。那再过了一站，是上来三个，下来三个。不用我，天津黄的。给。下又走了两站，上来四个人，下去两个人。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十一个人。我说一共走几站？来，这儿，那贵姓？你坐几号？啊，贺哥。我跟你说。啊，行，这样啊，咱们变成这个站的事，咱们做的是啥呢？咱们测面，我找到这个面前去拿了，行吧？你这样，你再给演一遍吧，行吧？来，再给拿碗面，然后演一遍。兄弟，你等点，我给你做面去。等会儿，我给你做面去，等着啊。欢迎光临，点点啥呢？哎呀，面了，这点啥面吧？那啥好说？奶炒面来了。加点啊。嗯。来，咱就在这好好看啊。仔细看着啊。因为我看你好像有点不精明，你得好好看。我是做碗面。来，等一下啊！哎，站哪杆？站哪杆？来，快点，慢点，快点，快点，那必须。哎，必须加，早也大爷。来，节目多加点，多加点节目，来。哎呀，谢了，哎呀。急了。静，都静着。哎呀，你听着啊，这时候啊，我说这个炒面，他说是个黑色炒面，我说炒面黑色哪去？他说我叫黑色，面是他做的。解释的很好，太完美。完了，我说这个炒面，我能换个汤面吧？我说能换，完了我给他换汤面去。你看汤面来了，你看。我说你们懂，你们扯啊，你们扯，嗯。哎，我第一开始就是第一回、第二回，我快快吃你吧。不是，你哪口哪口吃的？你以为的火锅呢？你以为的你爬山？哎，我看看第二回，第二笔。哎，好强啊！来，再这个算。一度过度啊！我说我要走。他就上回走，没给钱呀、我啥钱？汤面钱。汤面我没吃，拿汤面还给啥钱？汤面你给了吗？那汤面我没怎么给你钱装呀、那你吃我家一碗面，我也不得跟谁要钱去。不对，是三碗面了，这儿。哦，三碗面。我一点好，一点不明白，没看懂。哎呀，我媳妇叫啥？哎呀，我谢了，这点面。哎呀，我一进来一看这个面。黑色炒面给我要一百八，多钱？他们一百八，我这儿也给我赚60块钱。哎，老板，这啥意思？你要是这个样的话，你也甭拿我黑色的面翻面啊，也甭拿我的面撇着，知道吧？我不想在你这儿干了，走，买人，走。等，你等会儿，你来，回来，这啥意思？黑色面条细，有半粒点粒。我爹家爹的是什么？这菜单谁做的？我做的。我这小舅一说话我就可不服气，不知道是咋了，可能是嫌我个姐姐穷。你看啊，你这个点儿吧，你都错了。
爹爹，先挪一下不就完了？爹，咋办啊？我爹，你太学了。这个彩蛋吧，应该是幺八点零零，你给天府写的幺八零点零。那前段时间闹出个铁家海鲜，你这个点儿闹的节目这饭店扯啥了？铁家面条，哎，咋闹呀？咋的？啊？咋的？你看书，这样吧，大哥，哥不行，啊，面不行，喝啊，哥哥，哎呀，啊，八姐你说呀，说，这样吧。今天呢，因为我这冷小几个人嘛，我是真的暖和的。哎呀哎呀，这天不点棉窝才能暖和的。哎，该到这儿去，到这儿。哎呀，我请你洗澡，我请你洗澡，啊，我请你洗澡。嘿，这样吧，我这个小几个人呢，这个点儿吧，给做错了。给你，你看脑袋，挺暖和，挺暖和，挺暖和。这个棉子就算我切了，行吧？完了，你摆着。你是摆着。我不是，我不摆着，我不摆着。你不摆着，这点说算不？你要摆。这个，哎。过一点去，你看哥，那这样吧，那咱们好的，咱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我打了大姐，可我呀个天，二人台发大年，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禄小亲嘛，这是咱们村的啊。新时代新思想新的目标，扛起肩上的责任冲向前方，把自信装满去超越梦想，鲁西雄斯咱们大干一场，天上的馅饼不会掉地上，
努力奋斗才能实现梦想，齐心协力谁都不能掉队，撸起袖子咱们大干一场，撸起袖子加油干，兄弟姐妹是一家，中国越来越强大，狂风暴雨咱不怕，撸起袖子加油干，勇往直前闯天涯，中国越来越强大，流血流汗咱不怕，流血流汗咱们不怕。新思想新的目标，扛起肩上的责任冲向前方，把自信装满去超越梦想，撸起袖子咱们大干一场，天上的馅饼不会掉地上，努力奋斗才能实现梦想，齐心协力谁都不能掉队，撸起袖子咱们大干一场，我们是走着干，欢声锣鼓敲起来，再给各位道个好，谢秋兰，各位小姐大家好，男女老少都有来到，不管表演好不好，不许跑啊，领导同志大家好，再把校长表一表，有小校长他是谁，有我校长他是谁，周局，周局校长他姓周，高山处理人领导，别看他长得很年轻，真行，咱村名叫西木头，西木头处理高面精油化，高面水好没不错，慢慢来哦，要想修路没有钱，周局校长徐华月，三月份修围哟，那给周局校长不是仙儿，百姓疾苦急性急，土里老人实在多，这村儿自强不息的大中国，华夏
乡，前程数千年，万年一脉相承，百年聚如人如浮舟，这是我们的大中国，生死一心跟着他向前冲。闻君何时来？
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洒落在河湾，情歌你真把我忘，狼呀狼，
这些电脑的啥啥给欺负的不是歌吧，哎，对，就这个，这是半截开始的，从头来。Yeah.
头有些些年轻人在外面上班，可能没点好工作，可能因为这个学历啦各方面没点好工作，反正是咱们是现在是这两个公司哇，都是大力招人，都是我们的要求都是高中以上文化的。但是我就是特别针对咱们媳妇头处啊，咱们只要是40岁以内的吧，不管是去月华房产还是豪华装饰呢，咱们能做啥做啥，咱只要是没文化的都可以，咱只要是媳妇头处的。你们叫你们的孩儿了，如果是没有好工作，你可以去我那儿去。反正每个月是不管是业绩做少做不少，针对咱们这儿的人，我保底就给2000块钱啊。不是，咱们还有个啥？不怕孩们去了说，哎，他做不上车去了，说不要了啥了的，不会存在这个。只要不是说有不良嗜好的啊，或者打架闹事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俺是上班的，反正就是，哎，咋说你这句大白话？反正就是好好上班的吧，就是咱不错在做啥。然后娘们如果是有这个子女了，在外面打工的工作实在是不好了。在饭店或者到了业务员了，是那个这么前途，一点前途都没有去。反正我保底2000块钱，就针对咱们媳妇头处。我现在的招聘是每个月是1700块钱给别人，就针对咱们媳妇头处啊，从面不去了啊，2000块钱，就是保底2000，提成多呢。像我们很多员工一个月开13000，你们行不行？很多员工开13000，所以大家可以让去，就是普通员工。接个普通员工开始，咱不要求啥，咱不要求学历啊，咱不要求学历啊，行，我就这个，除了房产跟那个啥装饰都可以去，你可以去了，不就是不回，可以去了派学，因为咱们哪怕一天书都没念过，都能做来这个事情。放心，我只要说出这个话，我肯定能办到，大家去吧。子女如果没好工作，可以先去看，可以先去看看，可以先去看看。谢谢大家啊！好的，大家呢也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李总，哎，掌声。为了解决咱们的老脸
你这个总书记还有好些心事谈了，第一个给咱们新头节省一部分劳力，就是你们四十岁以下的，也就男的是35，给咱们女方了50/40，也就这保底工资1000钱，给咱们房到了2000，只有咱们是勤劳能干的，勤劳能干的，再接能再做的就去，来了咱们这照顾，那是感谢这两个老总，我给最后这两个老总就是一个，大家你们给掌声，为咱们现在这个新闻头一百年啊！真是人，感谢大家啊！不错了，我给他说就行了。好的，陆家庄村的主任上台为大家。主任，这是主任，这是男的，我看他错了吗？累不了，累死。你们再表演一下，老乡亲们，我来休息了。老的，提前我走好了。好的，那就有请我们月华房产。关注啊！我想出去，我想出去。王花，万事落王花。我是六。没事，是我管二位，你们下去。下一次。哎，我给谁说说这个？来，我给谁说两句来。不是胡老乡亲嘛，这个文文凭今天不说，他对。今天不说，这个文文凭咋说呢？咱们明天每家每户给你们说到啊，每家每户给你们说到，今天不能说，今天因为还有他没拉来的呢，还有些好些东西没拉来的，明天拉来一模一户的给你们说啊。我今天先跟说，为啥说你们不说？今天不说，明天给说啊。旋律演绎时代的激越，回荡情怀不改的真切。难忘今朝，让过去的日子如流水，让未来的憧憬似拂晓。
今朝难忘，所有的欢歌和笑语让我们共同珍藏。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的联欢会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我们的祈祷不断，我们的祝福不断。在充满生机与希望的2018，祝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祝我们西湖头村越来越好，祝大家幸福安康。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再攀高峰。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台前幕后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让我们明年再会，谢谢大家。再